男超人气女团 TWICE 预计将在7月17日在日本推出新专辑，近日官方也在 IG 上公布专辑内容，但马上就被眼尖粉丝抓包。其中一组宣传照中缺少了台湾成员周子瑜，子瑜又被消失，让粉丝难以接受。官方从4月开始就不断为 TWICE 新专辑 Dive 做宣传，抛出许多张回归美照，让粉丝期待不已。但没想到官方一日贴出的专辑内容介绍仅出包，所有成员都有单人专辑封面，唯独子瑜没有，并误把 Mina 重复放了两次，虽然马上就被官方撤换，但还是让粉丝气到不行。这更不是官方第一次出错，过去就有打错生日、名字、周边商品照放错人，还有 DVD 影片被误植等等，连子瑜的妈妈都忍不住发文抱怨过。这次再度出包，粉丝也怒呛。I know that I'm a handful